大家好，我是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何志，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驾驶歼十五舰载战斗机飞行的感受。我身后的这款飞机就是歼十五舰载战斗机，在航母上起降是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入门的资质。航母着舰甲板长度只有200多米，大约只相当于陆地跑道的十分之一，陆地机场宽度5-6十米，而航母上只有20多米。白天在空中俯瞰航母就像一片叶子，也有的人说像一张邮票。更困难的是，航母在航行时受涌浪影响，着舰甲板会不规律摇晃，所以在着舰前就要不断调整飞机姿态，才能保持稳定的下滑道，从而安全的着舰。由于着舰时的急剧减速，颈椎和腰椎要承受巨大的冲击，惯性作用导致全身血液涌向头部，很容易出现红视现象。夜间航母起降更是公认的舰载机训练风险系数最高的科目，仅靠航母甲板上的灯光指示准确降落，对飞员的技术水平和胆量都是极大的考验。虽然着舰很难，但这只是舰载机飞员的基本技能，未来需要我们学习的敌人方面还有很多。海军航空大学被誉为舰载机飞行员的摇篮，从陆基到舰载，从近海到远海，海军航空大学正全力推进舰载战斗机飞行人才培养。从高中生到军人需要几步，私人物品接受检查，通信设备统一管理，是建立规矩的第一步。然后之后你的一些操作的细则我们已经交给你的通信室的一些室友了，然后之后你就可以换上这个衣服，和你们的室友一样换上这个海魂衫，然后海魂短裤，还有你的穿上咱们制式的黑袜子和一个你这个迷彩鞋，这样你就可以完成一个地方青年和一个兵的一个蜕变。经过太多关卡和考验的少年，终于成为海军航空大学的飞行学员。入伍前，他们深知自己的目标是舰载机飞行员，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刀尖起舞之前，穿衣、吃饭、睡觉、叠被都要重新学起。四区队，四区队，注意，注意好。比起穿衣叠被，学员们更感兴趣的还是模拟飞行课。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的飞行教官，转眼成为了自己老师，少年们难掩心中激动。中国航母入列，对舰载机飞行人才的需求也更为迫切。作为全军唯一担负航母舰载机飞行人员培养任务的院校，海军航空大学锻造出一支以战领训、备战育人的舰载机飞行教官团队。舰载机的部队要想有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它肯定要有源源不断的这种新鲜血液的这个供应。为了让中国航母尽快生成战斗力，海军航空大学的教官们日夜兼程，大批年轻飞行学员在刀尖领舞者的培养下，取得航母飞行资质认证的成功率迅猛提升。再看一下你们两个腿有没有分开六步，打报告完事赶紧恢复。不用调。如果真的连军姿都站不好的话，是没有人相信他可以开好飞机，没有人相信他手握钢枪的时候可以奋力杀敌。军姿它既是一个身体调整、姿态的调整，也是一个灵魂深处的塑造。两脚分开，先通关。学霸们第一次体会到了学渣的心境，好不容易撑到夜训结束的他们，没料到这是热身的开始。坚持，掉队的跟上，迅速归队。报告个人装具缺失情况。还有更过分的，压根就没有带物资下来的，没戴帽子你们这几个，出来。是。第一，时刻不能放警惕。任务打折扣，还当逃兵，思考清楚。别跪下。要时刻依靠帮我战友。啊，完成。我做了实验。来了。是。
入营一周，填满日常的是无尽的枯燥与强撑。体能训练及格，内务不拖后腿，别被点名批评，不再轻易流泪。曾经的凌云壮志落地成为了一个个具体的小目标。这些来自各地的高中生们如今都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海军航空大学飞行学员。这里是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在每年毕业的飞行学员中，只有少数学员符合驾驶舰载战斗机的严格要求。前不久，新一批飞行学员顺利完成歼十五单飞任务，为舰载战斗机队伍又增添了新生力量。接下来，他们将在航母上进行着舰资质认证，飞向更远的深蓝。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舰载机飞行员，我希望能早日取得航母资质认证。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在海军航空大学的教学体系中还增加了多个俱乐部的设置，通过学员们自己动手制作航模、穿越机等，来更加深入地了解飞行、认识飞行。通过制作一架飞机啊，学员对整个飞机的认知就提升到一个层次。通过飞一架飞机呢，学员对飞行的认知也上升了一个层次。相较于我们学院所有飞行学员的平均成飞率，这个参加过航模训练的较平均水平高20%。为战而教，向战而行，除了夯实理论教学之外，在教学大纲中还有飞行模拟器、飞行员三自由度旋转训练等科目的设置。我们大一的时候主要就是让学员能够在标准牧场线这个练习中能够做到自主的起落，在大二的时候他就可以进行一些仪表飞行的练习，包括一些舰载着舰的一些尝试，然后到大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设一些自由空战的一些练习。飞行学员会把在理论课中无法理解的内容带到模拟飞行教室进行模拟飞行训练，通过实操把问题解决。目前就是朝着舰载飞行员奋斗，他不仅说是一名驾驶员，更是一名战斗员，到后来成为指挥员，所以学习、体能、心理素质这三方面是缺一不可。为加快完成转型任务，构建完善人才能力模型，海军航空大学制定了舰载战斗机、直升机飞行员、空中战勤人员等人才培养方案，为海军输送了数万名优秀人才，成为海空雄鹰逐梦蓝天的摇篮。如果你热爱大海，同时又热爱蓝天，那你就来吧，这里是你最美好的选择。来这里驾驶战机，勇闯大洋。欢迎报考海军航空大学。